现在到机场了，但是这个值机柜它还没有开。今天是怕人超多，所以提前了4个小时到机场。基本上机场戴口罩的还都是亚洲人，像法国的工作人员他们都依然不戴口罩。我大概用了1个半小时从排队值机到登机口，然后我们过海关的时候都不用我们摘口罩的。在我们登机了，然后换了一个N95 的口罩。现在到了台北机场转机，然后转机的时候没有遇到什么麻烦，就是给我们每个人测了一下体温，然后就放心了。赶紧吃个早饭。因为我转机时间很久，要9个半小时，所以我就在机场休息厅里先休息一下。赶紧再吃个牛肉面就登机啦。上了飞机之后会发在上海入境要用到的健康声明表。很快就到了上海，但是我们下不了飞机，要在飞机上面等候。现在开始分批叫名字下飞机，终于叫到我们了，准备下飞机。现在排成两列，这边应该是之前用的桌子。我们每个人要隔这么远的样子，然后现在等排队检查。每个人都要扫一个这个码，然后填报健康情况。又到了一道关卡，可能需要给我们贴护照。刚询问了很多问题，然后给我们的护照贴了签，大概就是14天之内去过哪里，然后周围有没有症状的人，自己有没有生过病、服药之类的。然后现在在排队测体温过海关。然后现在终于能拿到行李了，行李转盘都停掉了。现在我们去找江苏医疗队，填了表，然后把护照压过去，等会儿等自动大巴。终于踏上了回家的最后一程。还到了隔离的酒店，还是挺好的这个条件，还有个阳台。现在距离我从我巴黎的家里起床了已经过去45个小时了，然后我在隔离的酒店里刚洗完澡，吃了点东西，现在准备睡觉了。因为我是集中隔离嘛，然后我们是早上8点半供应早饭，11点半午饭，5点半晚饭，然后给你们看一下今天的早饭和午饭。早饭是因为我睡觉，所以还没吃，就还是很丰盛的。然后我们发了一支水银温度计，然后要每天自己3次测体温，到时候前台会打电话问我们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